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早上呢，和大家分享《论语·阳货篇》第16节。但是我们要从15节开始讲。15节，孔子提到了鄙夫。什么叫鄙夫呢？鄙夫在这里啊，那是骂人的话，是鄙俗的意思，是没有学识的。很糟糕的一种人。我们如果一个人谦虚一点，就称鄙人。不过这个鄙人原来是卑鄙的鄙，后来呢写成另外一个字了，而且还要写的小一点，放在旁边表示谦虚。不过孔子在这里是骂人，他认为当时有一些当政者，他是鄙夫，拿不到功名的时候呢，就患得之，怕得不到而打主意想办法，等到爬上了一个位置，把权力抓手里了，又怕患失之，又怕失去了已经得到的权力。所以"患得患失"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。一个人有患得患失的心情，对权力啊有患得患失的心理，他就会不择手段。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打击同事啊，嫉妒钱财啊等等，这表示这一种人心里面私欲太大。倒不是说啊一个人完全没有私欲，但是我们的私欲要控制它，不能放纵它。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自我提醒。16节，孔子说："古者名有三急，古代的人呢有三种毛病。"今也祸，今也祸世之亡也。现在这三种毛病呢，更加严重了。所以各位不要小看自己身上的小的毛病，如果小的毛病不去除，加以时日啊，一定会变成大毛病。如果小毛病不去除，会演变成大毛病。我们一定要很小心。古时候的民族有三个病态，现在呢？更坏，更糟糕了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狂野肆。古代的狂呢，是不过放肆一点，不大受规范。现在的人呢，孔子说更加糟糕了。狂的人还荡，放荡的荡，像乱滚的水一样兴波作浪。这里有一个字叫官，古代的官，这个官不是官员的官哈，它指的是骄傲自满。那古代的这些人呢，自蛮自傲，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好处，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，虽然骄傲自满吧，但还是比较廉洁自守。现在骄傲的人呢，他对任何事情都看不惯，有一种愤怒暴力之气。古时候比较笨的老实人呢，还是比较直爽的，现在呢，更糟了，已经没有直爽的老实人了。所以，我们生活是越过越感觉有危险越过我们越小心。我们年龄越大，越好像是走到悬崖峭壁上，我们越是要小心免得晚节不保。所以，各位，我们要小心了每天都要提升自己。今天就分享到这，拜拜。